恭喜大家成功的穿越了沙漠，来到了童话般的小镇扎克帕内，恭喜恭喜！我感觉这是我拍的一个最尴尬的一个节目。尴尬的节目？为什么？因为在沙漠里面，我们感觉到我们挖了一个坑，然后自己跳进去了。你们的体力太强悍了，然后本来想虐一下你们，结果发现你们在虐我们，所以我们非常的不爽。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要扳回一局。要扳回战呀！这是个 battle 节目。对，我们的穿越会继续的进行，我们接下来这种人会更加的困难。因为这个地方号称是欧洲最后一片原始森林。哇，最后一片！天哪，这个景色是真实存在的吗？没有人烟的撒哈拉我们都走过了，这个怕什么？撒哈拉有撒哈拉的困难和挑战，这边的困难和挑战。首先，这么大的雪，你们可能好多人都没有在这种雪地里生活的经验。就一个北方人，在这边走个路，你都可能会感觉很困难。但是里面爬山，三天两晚的这个爬山的这个旅程也比较的漫长，而且还要穿上装备，还要背上你们的行囊。我真的讨厌冬天，这儿好累啊！我的包太重了。小心！